因为疫情的关系，世界停止了交流，然后好不容易有这一场演出，我觉得今天看到这么多人来，都是想要借由这样的演出，然后让我们身心灵得到一个很富足的感受。感谢神院为人类带来身心灵富足。社团领袖、企业总经理林海山说，神院艺术家技术高超，有着由内而外的美善。看他们的表演的时候，可以感受得到他们其实应该都有很深很深的基本功，就是包括他们每一个呼吸，每一个舞蹈里面都带着每一个呼吸，然后你就会觉得哇，他们是表现从内而外所表现出来的一个美。神韵他一直所要传递的，除了舞蹈文化的美之外，那他所要传递的就是一个善的讯息。擅长营造空间氛围的室内设计公司董座张佩如非常敬佩神韵节目的色彩和光芒运用，为观众打开新的境界。色彩丰富的一个表演之外，然后每个舞者他很有 power 的去展现他所有在舞台上面的一个光芒，对，那所有的点可以让整个的观众可以享受到一个不一样的视野的一个感官。最感动的是他传递善的能量，对，然后丰富的色彩是可以带领到人们用不一样的境界，尤其是现在疫情当下，对，那我觉得是今天是一个很棒的演出，我看到最棒的演出。企业董座盛赞神韵是最棒的演出，下一站7月8号，神韵将在台北登场。新唐人亚太电视，洪正前、林秋霞、方雅贤，台湾苗栗采访报道。